丹麦意大利设计二人组 Game Fantasy 重新设计了19世纪的英式卷壁沙发。该沙发以其起伏的外形、紧绷的内饰、较深的座椅和低卷壁而闻名。Flaneur 是一组模块式的沙发，结合了斯堪的纳维亚的简约设计风格与意大利较为放纵的几何设计美感。传统的卷壁是模块化沙发中不常见的优雅细节。1901年开始流行于全世界的英国卷壁式沙发，提供了较宽的坐垫面积与舒适的扶手高度。Flaneur 沙发围绕一系列的模块设计，在不影响外观或舒适度的情况下，为室内空间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Flaneur 沙发有多种 cover 面料可供挑选，无论是人造丝、棉、亚麻、羊毛，甚至是皮革，都可以作为 Flaneur 的 cover。Flaneur 提供三种精心设计的尺寸和比例靠枕。靠垫的面料可以与沙发相同，也可以是混合面料，使外观更加个性化。你想找一款沙发让客厅的空间看起来更加宽广吗？你想找一款沙发可以满足家里所有人习惯的坐姿吗？Flaneur 绝对可以满足您对家里沙发的所有需求。